公司和银行的合作项目，我已经极力促成了。你要怎么谢我啊？我已经跟财务说了，让他把你年底的股权分红提高为2倍。你觉得我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钱吗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找安先生。那之后呢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好害怕？我好害怕我亏欠你，我好害怕你要我跟丫丫分开，跟你在一起。可是我很想让你回到我身边。这花儿谁送的？哦，雨琦姐来了，花是她送的。给我扔出去！啊？扔出去！哦。哎，听说亲家出院了，我们是来探望的。你们走吧，这不欢迎你吗？你这丫头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啊，有理不打上门课吗？丫丫，别理他，来来来，走，我们进。哎，你这人！我说你们，你们怎么？青，帮我把生水拿过来。好。妈，您身体好点没有？这个。是我给你买的水果，毛丫丫，薛姨都不想见你了，你还来，你是故意的吗？亲家母，我今天舔着脸来，就是想跟你好好谈一谈关于刘火和丫丫的事儿。我们。跟你们没什么可谈的，你们赶紧走啊，不送。我说你这丫头这张嘴怎么这么尖刻呀？啊，再说我们在这说话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？哎哎哎，你搞清楚啊，现在是谁该说话谁不该说话呀？哟，亲家，怎么着，你们家人所有人的想法难道都要由这个小保姆来代言吗？亲家母，今天谢谢你来看我，什么话都不用说了，你们请回吧。啊，薛冬娜，我在家想了无数个场景，你是怎么虐待我女儿的，但是都没有今天惨烈。我告诉你啊，不谈就不谈啊，离就离，谁怕谁呀？怎么了？我们家丫丫离我们家刘火还不嫁人了啊？走走，你这干嘛呀？丢人现气！妈，刘火，当初我们家丫丫肚子里怀着向辉孩子的事儿，我跟你说的清清楚楚吧，而且我也不同意你们俩结婚，是你。非要海誓山盟的娶丫丫，绝对不是我们家丫丫死心白赖的嫁给你吧？啊！麻烦你跟你妈把话说清楚。走，刘火，不许追。妈，告诉你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再跟毛丫丫再在一起。我不能有自己的选择吗？
我想要选择我自己的感情，自己的生活，我想要有自己的选择。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跟毛丫丫离婚。小辉，你以为你不接电话不回家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你敢不来上班吗？这里这么多人，有什么事情能不能回家再说？我不，我今天就要跟你把话说清楚了。我知道你根本就不爱我，你勉强自己跟我在一起，心里每天都想的都是丫丫。我知道你可能还有点恨我，恨我拆散了你们。可是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你就算再恨再后悔，你也不能跟着何雨琦一起去破坏丫丫的生活啊！你就算知道了孩子是你的又怎样？你凭什么去跟丫丫抢这孩子啊？童话，你每天在做同一件事情，说同样的话，你烦不烦？我没有去抢孩子，我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小辉，我们俩走到了一起，我们背叛了丫丫，这已经无法改变了。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，只有让丫丫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，而不是去打扰她的幸福。小辉，你跟我回家吧，忘了丫丫，忘了孩子，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。忘了孩子，他跟我有血缘关系，笑笑他是我的孩子，我已经错过了他的出生，错过了他的成长。你告诉我，我怎么忘记他？我怎么能骗我自己？小薇，你说过你已经辜负了丫丫，你不会再辜负我的。可是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辜负我。小薇，我求你，算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。安先生有急事找我，有什么事情，回去再说吧。安先生，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认证资料。好，我会处理的。谢谢安先生。爸，醒了。丫丫，你跟爸说的心里话，爸都听到了。从前，你的脾气特别倔，争强好胜。可是不管你怎么任性，爸爸从来都没有说过你，因为我们的丫丫是善良的，你的任性是美好的，是可爱的。可是现在不行了。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宝宝，你是一个母亲，你孕育了一个生命，你就要对他负责，你就要让他幸福。要想让他幸福，你自己首先要幸福。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，不要让自己后悔。啊！有了这些文件，还不能打消你跟刘火的顾虑吗？现在事实证明，他们的公司有实力可以配合我们这个项目。
还有，你担心他跟佟建国的关系是吗？他发出了声明啊，他说火旗公司跟佟建国绝对没有业务上的来往。安先生，其实这恰恰相反，这个样子反而更让我怀疑火旗公司了。难道您不是吗？实话怎么说？这么小的一个公司，在这么短时间之内，就可以让银行这么快的给他投入了这么多资金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您别告诉我，你从来没有怀疑过。这也太不符合市场的规律了吧？佟建国这次事情上呢，您已经吃过一次大亏了。集团这次派我来，就是帮您监督这个项目的安全的。如果这里面再有什么问题，影响到了七星级酒店这个项目，您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你要负全责。商场如战场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结果。结果就是这样，你还有怀疑的话，你可以亲自去找刘火，我肯定他可以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。安先生，我也希望如此。这么短时间之内，他把这件事情做得天衣无缝，我很佩服。安先生，我希望我们都没有看错人。我绝对不会看错人。您好，帮我拿一个那个镜子公主美美的蛋糕。您是做个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呀？年轻人。您需要几岁的蜡烛呀？我要16岁的吧。您蛋糕上需要写什么字吗？你帮我写童话《16岁生日快乐，友谊万岁》。你们的感情真好，请稍等。谢谢啊。佟小姐您好，感谢您对跳二岁公司多年的支持和信任，这是送给您的生日礼物，祝您生日快乐。谢谢，再见。许愿吧。嗯，那你得先唱歌。还要唱歌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向辉，你就不想知道我刚刚许的什么愿吗？生日愿望是不能说的，说了的话就实现不了了。向辉，今天真的很谢谢你陪我度过这个难忘的生日，只属于你和我的生日。童话，过完这个生日呢，你就该长大了。现在你哥不在你身边了，你要学着保护自己，照顾好自己。我不要，有你在，我要你照顾我。哎，我的生日礼物呢？生日礼物？你刚才把我拉得这么急，根本就没有时间去买礼物。那你就把你自己当做礼物送给我。向辉，你怎么？
这么在这儿啊？丫丫，丫丫，我正要打电话给你呢。我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，你电话都关机了。今天你生日，我还给你买了蛋糕呢。丫丫，我手机没电了，在充电呢。哎，你看向辉，他今天也是特地过来陪我过生日的。我本来一个人在家孤零零的，幸好有你们在。那你们过吧，我先走了，蛋糕给你，生日快乐。丫丫，你还是留下来吧，陪童话一起过个生日，就像以前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不是以前的人了，我们都被残酷的现实打败了。丫丫，以前我的生日都是你们陪我过的，今年发生了那么多事儿，不过你们还记得我的生日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你留下来吧。我知道你是我生命的所有，我知道只有你让我一生守候，当你无知的时候，当你下哭泣的时候，你会永远陪伴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我妈还在生气呢，还没解决呢。多想现在能够陪在你身边呢。你早点休息吧，晚安。我会在那个时为我的角落默默的守护着。姐，小青怎么样啊？你是问薛姨的身体，还是问火哥和毛爱离婚的事儿啊？当然两个都有了。哦，薛姨现在身体状况还行，情况挺稳定的，但是她把自己关在房间好几天都不说话，我看呀是要跟火哥死扛到底。现在薛姨一问火哥离婚的事情，火哥就一直在拖延，要么就是避而不谈。这可怎么办？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呀，小青，你赶紧想想办法，让你薛阿姨给他们施加点压力啊。我明白，可是我担心薛姨的身体啊。这倒也是。对了，小青，这件事情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让刘火亲口说出来他要跟毛丫丫离婚这几个字。还有，如果能把他录下来，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了。这太不靠谱了，雨琦姐。小青，我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难，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，因为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到尾声了，如果我们把它办成功了，那一切不都结束了吗？到时候你也不用看毛丫丫的脸色了。行，那我回去再想想办法吧。嗯，你一定行。那我回去了。嗯。再看着你和丫丫纠缠下去了。今天我必须要你给我一个答案。此刻
正处在水深火热、流言蜚语中的毛丫丫啊，我们该为他做点什么呢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把他们召集过来，我有话说。真的？那就看你的了。来来来，姑娘们，姑娘们，快过来，主任有话要说。快快快快快！同志们，人生在世，哪有一帆风顺的？我们的同事毛丫丫，在她的生活当中，确切说是婚姻当中，出现了曲折。我们作为她的同事，应当呵护她、爱护她，让她尽早的从困惑当中走出来。人生自古谁无死的，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。如果说在你们生活当中遇到了困惑，那么别人不理解你，甚至讥笑你，你怎么想？希望大家，咱们给丫丫创造一个自由、安静的工作环境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散会。开会，丫丫，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不开心，就跟我们说，我们一定会帮你分担的。这里是你温暖的大家庭啊！谢谢你们，妈呀，加油！记着医生的话，别惹薛姨生气啊。妈，妈，怎么自己在房间里？等你呀，刘火。今天无论如何，你跟毛丫丫离不离婚的事情，你要给我个交代。都已经这么久了，能不能过一阵子再谈这个事情？丫丫现在的心里很痛苦。我能够理解她的痛苦，但你能体会我的痛吗？孩子的事是我让她瞒你的，跟她没有关系，要怪你就怪我。那是你鬼迷心窍。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毛丫丫给你喝了什么迷药，把你迷得像傻子一样，傻得心甘情愿去做人家的爸爸。我跟丫丫之间有感情的，我对她有承诺，对她全家人都有承诺，要照顾他们母子俩。我既然有了这个承诺，我就要负责一辈子，不是吗？你负什么责呀？那个孩子是你的吗？我知道，我也承认，你对毛丫丫有感情，你是喜欢她的。而毛丫丫对你呢？喜欢你吗？她在利用你，利用你的傻，知道吗？就算她利用我，我也认。我看清楚了，我根本不需要人关心我，就算我需要，也没有任何人关心我。让开！妈，妈，妈，你妈，你要去哪？你要告诉我，你跟毛丫丫到底离不离婚？你是不是一定要让我像你爸爸一样死掉，你才肯离婚呢？好了，我离，我离。活了。
就算你是超能女人也不行呀，快停下来休息休息啊。你在那儿算算账就行了，这些活我让他们干。快呀快呀，别累着你，他们干吧。这是干嘛呢？你们这是闹闹哄哄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李主任，你们下边这工作人员对业主都什么态度啊？何小姐，您今天来是家里零件出现故障了还是？那倒没有，我今天是特意来找毛丫丫的。魏琪，我今天没有心情跟你闹，你要骂我甚至打我都行，赶紧的吧。看你这话说的，我又不是野蛮人，我干嘛打你？我就是来给你看样东西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能干嘛呀？我还能把它吃了吗？倒是你，你什么时候跟人家姐妹情深了？你够了！你想干嘛？你赶紧的。好，我这就给你看。干嘛呀？这是你电脑吗？随便动人东西，让他弄吧，我们赶紧走。你确定不要自己看吗？你放心，看完这个视频呢，我马上就走，一刻都不多留。好了，演出开始了。妈，你去哪了？别告诉我你离不离婚，你是不是一定要让我让你爸爸院死掉你才肯离婚呢？好了，我离，我离婚。快关了，离婚，哎，还不赶紧关了啊？这可是你自己选的，不怪我吧？何雨琪，视频我已经看完了，你可以走了吗？当然，我要赶紧回家去陪我们家刘火呢。李主任，那个视频我就送给你了，回见吧。主任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天哪！要是杀人不犯法的话，真想把这个女人杖毙。杖毙？杖毙太轻了，得凌迟啊！108片，片片带皮。刘火，你是真的要跟我离婚吗？向总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再计划一下第二期与第一次工程衔接的具体数目。向总，向总，向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听着呢，你们继续。好，那我就继续了。喂，我现在正在开会呢。各位，我现在有点事情，今天会先开在这里吧，散会。这么着急把我找过来，我看你不像有什么急事儿的，你是不是又在胡闹？我没有，向辉，我今天早上顿悟了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你是不是想清楚要干点什么了？向辉，我知道我们俩的缘分起源于背叛，但是我相信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。
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用了最后的一点钱，买了这颗戒指。我希望你能够亲手为我戴上，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向辉，我知道我等不到你为我买戒指，所以我买了。冬花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向辉，你知道吗？每一个女孩都会幻想自己被求婚时的场景。我以前怎么都不会想到这天会是这样，可是什么都已经无所谓了。向辉，你就是我的幸福，为了追求这一点点的希望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。你看看你今天这么勇敢，也这么漂亮。我说过，你值得拥有一个比我更好的男人。你之前不是一直在问我，到底还爱不爱毛丫丫吗？我现在可以回答你，我爱她，过去爱。现在呀，将来也一定会爱他。所以我不能娶你。你爱他？你竟然还爱他？我为你做了那么多努力，你竟然告诉我你还爱他？为什么？小辉，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？童话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小辉，爱不爱我是你的权利，你今天可以拒绝我，你可以不要娶我，但是你休想跟丫丫在一起。今天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就立马打电话给丫丫，我告诉她，当初背叛她全是因为我。你觉得这样，她还会接受你吗？谁都别劝我悔改，我离不开你的依赖。你是在威胁我？是，我是在威胁你，我是在逼你。可是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。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呢？丫丫已经什么都有了，她有了刘火，她有一家子的亲人，她还有孩子。可是我呢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只有你了。继续要等你回来。已经等到了现在，因为离不开你的爱。你做决定了，说还是不说？
喂，佳佳，我是向辉，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，你不需要说话，就听我把话说完就行。佳佳，我就是个混蛋。我之前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背叛了你，伤害了你。我不是向你解释什么，我只要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丫丫，我对不起你。我也不想再骗你了。其实之前跟我在一起的人，并不是那雪儿，是童话。跟我在一起的人，一直都是童话。是假的，你们之间什么都没有，你不会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两个是那么多年的闺蜜，我们两个之间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。你出来，你告诉我，你们两个之间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